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，一个是古印度时期流传下来的观音菩萨像，另外一个是佛教传入中土了后所呈现的塑像。观音菩萨是闻声救苦、大慈大悲的正幻明如来，成就解脱众生、离苦得乐的悲愿，道家诸行来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讲到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，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解得解脱。观世音是观世间纷纷众生的忧悲苦恼，清除众生的痛苦，解脱度化到极乐世界。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。欢迎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。洒净是佛教的祝福仪式，主法者手持净瓶，以柳枝洒水，象征普施佛法的清凉，也就是甘露法师。通常在举办法会之前，各个坛场都要由出家人主法洒净，以画出结界的范围，祝福在这个范围内举行的法会圆满顺利、清净庄严。同时邀请护法诸天前来护持，也广邀一切众生前来共修闻法。洒净是通过外在时空的圣化和内在心灵的净化，转化出一个清净神圣的场域，借由观音菩萨扬之净水的功德力，让我们的身口意得到净化，远离一切障碍，开启自身内在的光明神圣坛场，以心印心进入诸佛菩萨的庄严坛城中，让大众能够在这里听经闻法、忏悔受戒、离苦得乐。跟随主法者同声念诵大悲咒或观音圣号，祈愿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祝福礼敬，同时也有邀请、通知、沟通的作用。观音菩萨离开了金陵，一路来到姑苏，当时遇到兵变战乱，姑苏的百姓被金兵杀害的人数超过数十万人，四界都是亡魂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非常的苦恼。观音菩萨非常不忍心，一大发慈悲，广施法力，解除亡魂的痛苦。观音菩萨幻化成中年的妇人，手中捧羊脂宝瓶，来到亡魂聚集的所在，将石头塔成高台，高度有数丈这么高。这位美丽妇人，伊就坐伫石台顶端，念诵会当破地狱障的经典，每念清遍。便用羊脂喷洒甘露，往空中四方撒一遍，然后再擦好羊脂，反复上经。当地百姓看到观音菩萨伊这个动作，心中拢真纳闷：这位美丽妇人，伊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这件代志也慢慢传遍大街小巷。真侪人拢赶来观看，有的人讲这是咧化缘，也有人讲这是咧做法，大家讲法拢无共款。观音菩萨看因大家疑神疑鬼，便向大众讲：数十万无辜的百姓，被金兵杀害冤死，这冤魂死甲真凄惨。三界不修，六道不管，流散在外，四界漂流，无所依归，因的心内真煎熬。今年本着慈悲的告知，既然有缘来到这个所在，看到冤魂这么痛苦，我也不忍心无帮助因，
所以法官就搁台上经四十九天，骗杀杨基甘露，和冤魂脱离苦难，往生极乐净土。各位唔免猜疑，宾尼并唔是要无缘，嘛唔是要化灾，只是要帮助冤魂脱离痛苦而已。大家听了菩萨的话，才明白为什么菩萨要足高台诵经文的原因。但是有一挂人唔相信观音菩萨讲的话，向菩萨提出心中的疑问。有的人问伊诵念的是什么经？有的人问伊为什么要压杨基甘露水？观音菩萨对大家讲：大家先卖有这么多猜测，宾尼发誓要帮助冤魂做的代志，拢也未做完。暂时无办法甲各位加讲话，等到四十九天功德圆满了后，我再向各位详细解说。大悲心陀尼经中说，如是神咒有种种名，一名广大圆满，一名无碍大悲，一名救苦陀尼，一名延寿陀尼，一名灭恶趣陀尼，一名破恶业障陀尼，一名满愿陀尼，一名随心自在陀尼，一名速超上帝陀尼。观音菩萨向佛合掌说：世尊，我有大悲心陀尼咒，今当具说，我修习大悲心陀尼咒，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，除一切病故，得寿命故，得富饶故，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。观世音菩萨宣讲大悲心陀尼咒，是为诸众生得安乐故。而这里所说的众生，包含十法界众生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。伊让咱相信，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。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大家听菩萨安尼讲，知影伊是咧替高僧人做功德，又阁无讨报酬。完全拢是出自家己一片的好心，实在是真难得。所以大家就无去继续追问，纷纷离开现场，让观音菩萨一个人上经压水，等到过四十九天，再来找菩萨了解代志的缘由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四十九天亲像闪电共款，一下就过去。那天的下暗，观音菩萨功德圆满，大众也都集合在这儿听观音菩萨讲法。观音菩萨说，大家问我诵念的是哪一部经文，所言的是什么罪，明年来讲给大家听。这部经叫做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功德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》。这部经会当破除地狱的种种障碍，超度一切幽冥苦难，诵完一千遍，万劫皆可消毒。这个甘露水乃是功德水，遍野十方，只要受到一滴甘露水，就会当往生极乐净土。今年也算是甲这个所在有发缘，无意间分游来到这，就想办法设高台、上经超度，让这冤魂会当解除痛苦。如今功德圆满，今年也要往别的所在去啊！真济高僧人看到菩萨做这场功德，拢向菩萨礼拜道谢。有人问，我听说观世音菩萨云游人间，
恰恰去各地实现保障，唔知啊，阮是唔是有福气，会当看到观音菩萨的保障？观音菩萨讲：恁当然是有福气，心中有佛，心就是佛。恁想要见到观音菩萨的心念一起，心中就会有一个观音菩萨，当然是会使看到。对方个问，请问你生，那安尼观音菩萨人伫倒位呢？观音菩萨记着河边，伊讲，迄条河水的中央，唔得有一尊观音菩萨吗？洒尽严禁坛城的殊胜力，来自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，苦海常作渡人舟的悲心愿力，深远广大且随处示现。三十三观音中的洒水观音，又称滴水观音，手持净瓶与杨柳枝，立于地面或云端，片洒甘露。无常经中说，佛法如甘露，除热得清凉，一心因善德能灭诸烦恼。普门品有悲体戒雷阵，慈意妙大云，树甘露法语，灭除烦恼厌。观音洒下清凉的甘露，洗涤众生的烦恼和因烦恼而产生的污垢，将大悲甘露洒向人间，为众生造福。大家按照观音菩萨所指示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看到水中有一个影，现出七宝庄严的法相，众人拢跪落来膜拜。迄天拄好是十五，一轮圆月将四周围照甲光明通亮，水中映照出月娘圆圆的光影，光芒四射。观音菩萨的宝相慢慢走入去月影中，渐渐隐没在水内。众人膜拜完起身了后，石台上的女生已经不知去向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那位圣人伊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所以有善念护法的人开始集资出钱，在菩萨念经的所在起一座观音庵，共用雕塑观世音菩萨念经夜水的法相。日后民间拢称这尊观音叫做夜水观音。当时看到观音菩萨在水中现身的人里面，有一个真高画图的歌手，伊叫做柯祖静。伊将菩萨现身时阵的情形用钢笔画出来，将观音大师七宝庄严的法相画甲出神入化。画作的名称叫做《水月观音》。当这幅画像完成，呈现在众人面头前的时，有真多善念的人纷纷拜托伊帮忙，搁再画一幅，也有人借去临摹。所以伫当时，高所人的厝内所供养的观音菩萨的画像，大部分拢是水月观音。其他便是夜水观音。其实观音菩萨化现的意思，是要对世间的人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意思，教导大众莫执着在法相，让大家领悟不生不灭的道理。难得柯祖静也是天生有慧根的人，画出这尊宝像，透过观音的画像，让后世的人领悟到菩萨的用意。不过，即马供养水月观音、念佛上经的人，会当领悟到菩萨真正用意的人是非常的少，因为大家拢只是对经册念诵经文，无真正明白经文当中的道理。
三十三观音中的水月观音，又称水吉祥观音、水吉祥菩萨，盘腿而坐的水月观音代表修定、禅定、自在。圆轮月象征光明智慧，水月观音是观音一心观水象的应化身，以观水中之月譬喻佛法中四空的义理。一般是以一轮明月为背景，观音坐于岩石上，月照水，水映月，给人一种静谧的美感。观音的造型随着人们的信念而有不同的样貌，可以是男是女，是山甚至是地名。所谓南海观音菩萨端坐水月道场，热闹场中开辟清凉世界，红尘堆里建立水月道场，说明菩萨救度众生热闹的大悲心和令众生心开意解的智慧。观音菩萨一边没离开高所城，只是另外化身为其他神魂游走在民间，想要看这些百姓谁有发言会当去度化其他的人，劝人向善，和佛教流传推广下去。在菩萨暗中观察之下，他找到一个人，观音菩萨感觉这个人天生有慧根，将来若是会当证道，一定会当担当推广佛教的重担。但是这个人目前却是灾祸临头。观音菩萨心里想，伊这么虔诚礼拜我，我若是无救伊，要有谁会当救伊呢？所以观音菩萨便化身去指点伊。这个人是开药店的头家，伊的名叫做贾一峰。贾一峰经营药店，以薄利为宗旨，对贫苦的人来买药啊，伊拢是会算较俗的。拄到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买药的人，伊嘛会互因欠少，而且袂去向对方讨钱，有大善人的美名。伊多信佛教。在家里还有他的店里都有供奉观世音菩萨，除了早晚礼拜以外，有闲的时间他就会坐在佛的头前念诵观世音经。贾一峰他虽然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的太太真运动，跟厝边的查甫人有暧昧的关系，厝边隔壁有真侪人拢知影这件代志，但是大家拢隐瞒，无对贾一峰讲实情。大家拢讲，大善人无得到好的回报的准度煞，哪会颠倒受到恶报呢？更何况伊阁是信佛的人，难道观世音菩萨拢无看到吗？大家拢替伊感觉无公平。爱相信因果报应，这是存在的。有一天，贾一峰伊要去其他的城镇进会，伫要出发的前一天下暗，伊望到观世音菩萨手中揢如意，头顶出现一条金龙。观世音菩萨用如意敲伊的头壳顶，讲：“贾一峰，你听清楚。”无偌久，你将会大祸临头，因为你礼佛相当的虔诚，我不忍心看到你拄着这么大的劫难，所以专工来救你。即马有四句寄语伫遮，你爱认真听。风桥莫停舟，风游一码头，道过三生米。车赢胖鼻头，你一定会记住这四句话。贾一峰听完磕头拜谢观音菩萨的时阵，就惊醒过来，伊将这四句记忆从头到尾背几啊遍，牢牢记在心内。观音菩萨的吩咐，伊哪会敢放乎袂记住？
古德云：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佛法也说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诸恶莫作是消极的持戒，众善奉行是积极的持戒，自尽其意是定慧并重，定慧双修，是诸佛教。是说一切诸佛都用以上三句话来教导弟子，然而知易行难，我们无始劫以来养成的习性，一旦遇到不如意的境界，恶念总是起得比善念还快。能够做到起心动念皆是善念，持戒清净，落实观行，转化烦恼，建立正知见，让自己心心念念所言所行皆不离善法，那么诸恶就无缝可入。感谢您的收看《观音菩萨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在动乱的时刻，不安的年代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抚慰人心安定的力量，伊予咱相信生活处处有光明，家己清净，风尘就有机会清净，自心平安，世间就有机会平安。感恩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常作多